准备面包糠，均匀裹上两层。告诉你啊，今天这个酸辣汤的做法不是一般的简单，是特别特别的简单，一调制好的，其他的什么调料都不需要放了，有条件的可以放点蒜。揉成光滑的面团，揪一块压成圆饼状，挂一层蛋液，再裹上面包糠，挖各个鼓起，这样做的南瓜饼才外酥里糯， Q 弹不粘牙。六个鸡蛋，60克水，加300克蛋，打至发白成奶油状态，快速翻拌均匀，电饭锅刷油，倒入蛋糕糊，一个紫薯，半个芋头，小碗西米，一定要加滚烫的开水煮30分钟，焖20分钟，加冰糖纯牛奶，甜品店同款紫薯香芋西米露就做好了，香甜丝滑，焖20分钟，加冰糖纯牛奶就做好了，冷藏一下更好喝。不用煮就能吃的葱油拌面，抓一坨搓成圆球，萝卜西兰花焯水捞出，剁成碎末，加葱花，3个鸡蛋，一包煎饼粉，适量纯牛奶，搅拌成无疙瘩面糊，菊花雪梨冻状奶，喜欢就做给家人喝吧。做的凉拌土豆丝酸辣脆爽又